现场官邸为了让民众不会感受到有距离感，其实也可以是休闲好去处。日前就在周末，现场官邸进行了一场 Open Mic 的音乐会，让现场朋友听得浑然忘我。加上动人的音乐，而且也开放舞台，让民众可以展现出最好的自我。记者林茂生报道。